你好，我是 Ryan。 过去20年来，我一直在写程式，前端、后端、手机 App、 资料分析，到现在 AI， 我真的很热爱写程式这件事。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开发一些有趣的东西。写程式的乐趣在于我可以获得及时的回馈和成就感，对我而言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同时，开发技术每隔几年就会变得更好，这些技术让我在写程式的时候更加愉快。每一代技术的进步都会让我感觉自己成为更好的工程师。直到现在 AI 的出现，这波新的变化感觉和过去非常的不同。随着 AI 代理人的出现，这次的改变不像以往只是小幅度的升级，它彻底打乱了我对未来的预期以及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试图厘清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直到某一次我看着 AI 代理人完成我程式码中一个模糊又抽象的任务，我才意识到这已经不像是我自己在写程式了，反而更像是在委派工作。虽然我仍然在指挥和编写部分的程式码，但不同的是，我现在是在指挥一群程式代理人，而不是直接对电脑写程式。以这种方式工作，迫使我面对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就是我会写程式这件事情的经济价值可能已经趋近于零了。从个人经验来看，我投入了很多年的软体开发工作，曾经我以为熟练的撰写出干净漂亮的程式码会是我专业技术的核心，甚至我的网站 YouTube 频道都取名为 CodeDream。 但现在必须要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写程式这件事情还是我最好的时间投资方式吗？现在的 AI 到底有多强大呢？让我用一个简单的实作范例来说明。这个示范我要用纸笔画一个系统的界面和功能，然后传给 AI， 它会帮我做出我想要的系统。首先我要画一个输入公司代码 ticker 的输入框，然后有一个按钮 submit， 将公司代码送出。接着下方就会跑出公司的资讯和股价。最后股价下方会有一个股价趋势的折线图。这个就是我想要示范的查询公司股价 App 界面。我把这张手绘的照片放到电脑，然后上传给 AI。 这次我示范的 AI 工具是 Cloud， 提示语我输入请帮我用 Python 和 Streamlight 实作这个 App， 功能是查询输入股价代码的当日价格，并绘制出最近30天的股价折线图，请使用 Yahoo Finance 的股价资料作为查询，然后送出我的请求。接着 AI 就会开始撰写程式码， AI 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支程式，同时它会在左边告诉我这个系统的功能，还有我要执行的时候需要安装的套件。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它同时也包含了文件说明。接着我将程式码复制下来贴到一个纯文字档上，储存为一个 Python 程式。接着我在终端机执行这支程式，执行之后浏览器就会跳出 AI 帮我撰写好的系统。这个画面除了我手绘的内容，还包含了一个额外的使用说明。我输入 NVIDIA 的股价代码 NVDA， 然后查询，接着下方就会出现公司的资讯还有目前的股票价格，下方还有价格走势图和历史数据。其实 AI 实际做出来的成果比我手绘的内容还要丰富和完整许多。以撰写程式码的速度和效率来看，我对于这样的成果感到非常的满意。整个过程中我不需要动手撰写任何程式码，只要能准确的描述需求， AI 就能够完成大部分开发的工作。我的角色将不再是撰写程式码的开发人员，而是定义问题的描述者。
我想你可以透过我简单的示范，感受到现在 AI 撰写程式有多简单。你甚至不需要任何程式语言的知识。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在2025年 CES 大会上提到过一个观点。The IT department of every company is going to be the HR department of AI agents in the future. Today, they manage and maintain a bunch of software from the IT industry. In the future, they'll maintain, you know, nurture, onboard, and improve a whole bunch of digital agents and provision them to the companies to use. Okay, and so your IT department is going to become kind of like AI agent HR.他说公司的 IT 部门将会转型为 AI 代理人的 HR， 像是负责数位员工的部署、优化和资源分配。未来的软体工程师不再需要自己写程式码或是熬夜 debug 了。当 AI 开始自己写程式的时候，人类的价值就剩下设定目标和定义问题。 Tyler Cowen 在2013年出版的 Average is Over 这本书里面提到过人类和电脑在西洋棋团队合作的表现。当时人类和电脑合作仍然能够战胜纯 AI， 但当时趋势已经很明显，人类的贡献度正在快速的下降，尤其是在30秒的快棋中，人类的介入反而是在干扰电脑。 Cowen 在另一篇文章 What are humans still good for？ 人类现在还擅长什么？这篇文章提到，即使是最有天赋的人类也会从实际贡献者变成严格意义上的零边际生产力，甚至可能是负的边际生产力。而在程式领域似乎也正在发生同样的事情。现在我们仍然可以透过检查 AI 生成的程式码，在这样的基础上来提供价值，但问题是这样的优势还能够持续多久？现在我们能够为这个系统带来最多价值的方式已经不再是靠自己动手写了，而是靠清楚的表达愿景，消除模糊地带，将这群 AI 代理人导向同一个目标。这个角色其实更像是代理总监，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程师。我们的价值已经不再是熟悉一种程式语言或是框架，而是能够清楚的定义问题，并借由 AI 的协助快速解决问题。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免费或低成本的去指挥一群 AI 程式开发代理人，单纯的程式能力就不再稀有。所以未来决定 IT 工程师能脱颖而出的关键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能够精准定义问题，将问题拆解和厘清需求的能力。第二点是懂得分配工作给不同 AI 代理人和系统整合的能力。第三点是审核 AI 生成出来的程式码，确保程式符合安全性和效能的标准。最后是从使用者的角度设计出有价值、解决真实需求的产品。所以未来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什么问题和影响了哪些人。以投资理财为例，投资股市有一个具体和明确的流程与策略，像是分析公司财报，透过 EPS、ROE 等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家公司是否值得投资。透过量化分析的策略判断适合进场的位置，我们可以使用投资理财的知识给予 AI 明确和清晰的方向，让 AI 善用它资料分析的能力，快速的帮我们分析出结果。过去我们需要自行研读财报，在 K 线图上画出压力和支撑线，有了 AI 自动化的帮忙，我们就像是软体工程师不用再自己写程式一样，只需要给予 AI 代理人具体的分析策略，就可以简化我们亲自阅读财报和分析数据的过程。我目前就是在用投资理财的知识来定义问题，结合 AI 技术快速取得分析股市的结果，打造出不同功能的 AI 投资理财助理。它节省了我的时间，同时也让我感到创造新价值的乐趣。这和我过去热爱写程式的初衷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写程式仍然是一个让我想全心投入的技术。就像我前面说的，写程式的乐趣在于可以获得及时的回馈和成就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但是在 AI 的加速发展中，纯粹把我自己定位成会写程式的人可能会逐渐丧失竞争力。所以我希望我能够成为善用 AI 工具实现愿景的人。我想未来 IT 从业人员所追求的不应该再是程式码写得多快又多干净，
而是能定义问题，用技术解决问题，并且持续创造新的价值。我们依然可以在 AI 的时代中寻找到相同的快乐与热情，这是我对未来 IT 从业人员粗浅的见解，但同时也是对我自己的期许。我是 Ryan，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